我来京都的知恩寺跨年，超多人。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。我现在在北野天满宫里面拜拜，就是日本人好像一月一号就是要拜拜，然后就是拜学业进步的，虽然呀，我放弃了。你看一下上面几号？75，还是过去？好啦，那就也希望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年。Bye, Happy New Year!